首先拿下以前的小林老师队，你们接下来要派谁？王复兴。王复兴，请出列。跟王复兴对战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娇。阿娇，我在镜头上看，我们这组合真的好怪哦，感觉阿娇是站在最靠近地平线那边的，然后你是很前面，虽然我们都站在同一个直线上，哇，站后面一点好了。一样米养百样人，对，你这样还是比我们大，你到最后面我去看看，还是大，还是大哦，这样差不多。真的吗？对，好，我们就这样访问。王复兴今天带来什么歌曲？带来离歌，谢谢。离歌，你往前一点，阿娇，阿娇你往前一点。差不多，差不多的，这样刚好。你看，阿娇今天要演唱什么歌？演唱的是那英《不管有多苦》。哦，不管有多苦都可以了哈。那阿娇今天怎么没有唱《傣语歌》嘞？就换换一下，换换口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王复兴你先来了，好不好？好奇怪的一个访问，可是画面上刚好哎。好啦，掌声欢迎王复兴的《离歌》。在最寂寞。选唱歌曲颇具爆发力的王复兴，验收时却被小林老师发现了一个致命伤。复兴，你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歌跟你的表演是分开的。我知道有很多人站在舞台上是很没有安全感，你不知道手摆哪里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就是站得住，对，就专注唱就好。被点出歌声与表演无法相结合的王复兴，能否及时修正缺点，打败强敌陈美娇呢？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后我无力的看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那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给你借的信物，我只能还。Eee-